好，那四个党团已经都到现场，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协商啊。那么好来，我们这一次啊，我们要继续讨论啊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还有跟踪骚扰法跟踪骚扰防治法草案，还有国家机密保护法这一些案子啊。那么第二，还有王定宇等十八人拟具的《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一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啊，这个是后来民进党党团再补提上来要请党团协商的啊。那么首先我们就针对采购法来进行这个修正案的一个协商。首先我们介绍与会的机关团体的代表啊，我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泽成吴主委，好，谢谢您。司法院民事厅邱副厅长好，谢谢。法务部刘参事好。还有内政部黄专门委员经济部何专门委员卫福部国务司长那劳动部李组长还有财政部叶专门委员，好，谢谢。那么我们在委员会
我们啊，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十四二十四条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提出修正案嘛啊、哦、二十三条，那么啊、有共识的啊、就是委员会保留到院会实际要讨论的有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三，还有一百零四之一，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条保留要到院这个党团来协商，其他委员会都没有意见嘛啊、哦，所以我们能不能就针对啊、哦、保留要到党团协商这十条，我们来进行协商，其他的部分有共识的部分，大家就尊重党团的意见，大家有没有针对就是啊、委员会的协商有结论的部分，大家就通过，还是要一条一条来？好，来，院长，各位列席代表，各位政府官员，有关于政府采购法，在1998年第一次修正，1999年公告实施以后，现在总共修正五次，那最后一次修正当然是上一届的101条和85条之一的问题哈，上一届最后选举前101条也没有结论哈，那也当然后来106年行政院提出来，我们这个过程大家想一想哈，委员会总共审查三次，刚才院长讲说委员有共识有10条，行政提出版本总共11条新的，2条修正，好，那两条新的11条修正哈、哦，那委员提案，包括今天我们在座十一方委员，不是要委员，有委员提案的，总共21个版本。换句话就是说，这种采购法已经大家面对说应该要有一个调整的时候了。那这当然，那最主要内容当然行政版本喜忌回避了啊、哦，还有什么？有关于这个地方简化程序等等，包括101、103等等哈。那委员个人提案也很多，那很多当然也包括成立采购小组哈，提高这个提高小额采购上限等等哈。中间还有艺文采购、社务采购，另外林清宪委员提出来的中资房防止中资条款，啊，就华为条款，这些全部都加进去了。那刚才院长讲说条有。10条没有共识啊，10条还有10条。出委员会以后，超好像2次啊，啊，第一次的时候国民党都没有来，啊，第二次洪忠委员来讲一下又走了，所以我认为哈、啊，这洪忠他理来理掉，理杀掉，对，损起本来讲出来。好，我没有意见的，不要叫、哦，因为有的但到底有没有共识，没有共识，因为能不能签嘛，所以还是慎重一点，因为这样既然没有问题，哈、啊，没有问题。那今天的协商的时程啊、哦，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啊、哦，我11点半有7位纽西兰的国会议员啊到立法院来拜会啊、哦，所以我们协商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开始，好、哦，因为中午要请，就是要宴请这个国会议员的哈、哦，所以我们11点半结束，下午2点半继续开始，好。那如果我们就一条一条没有意见，我们就顺过啊、哦。如果在委员会已经有结论，大家就尽量啊、哦，不必再发言，让他哦没有问题就通，有问题我们就保留再来协商啊、哦。好，那我们就一条一条来顺啊、哦。来，首先是第十一条的部分啊、哦，第十一条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第4条就有艺文采购啊。现在是要看哪一份？看这个吗？第四条的。这个总共提出是23条，是第十一条开始吗？不对吗？不对啊，第四条就有艺文采购啊，那个修正案。加第二条还是啊？那
系啊。那这样子你是要从第二条就开始啊？为什么？来，搞清楚。这样要阵容，难怪是要第十一条开始，还第二条？是这里面有颜色的，经过二读跟上次什么那个？哪里的？哪一个颜色的？不管颜色啦。什么蓝的、红的都顺一次就好了吧？总共有多少？第二条就有中层，用成过啊？49条。有，那我们就要49。没有了，没有这么，没有了。是吗？但是有那个。20几条而已啦，22条。所以现在。龙嘎给他理理掉啊，你看吧。条就是从第十一条开始嘛。对对，是是。六条。对，就是。啊，第十一条。六条有修啊。第五不了，没了，那加详细的就那就不详细了。那这样就49，那是全部了耶，那就全部了。有吗？所以我现在就在争取党派。如果你要从一条一条，就是49条，不是23条。那有49条没有了。好，来吴委员来。好，谢谢院长。那个是资料准备的问题啦，让我们误以为刚刚我也同意总召说从全部顺一次，但是因为是不是建议这样？因为我看起来资料，我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有蓝字的第一栏用蓝色的字写的是今天要协商的条文嘛？其他没有蓝字，照委员会通过，是我们委员会都通过没有异议的条文嘛？对不对？应当是这样。所以总之，以应东西的资料无讲好清楚的问题，譬如讲应该从第三页的第十一条，因为有也包含一些进覆二读的条文，所以应该是这样看嘛，是不是？是，后面有颜色的是进覆二读跟上。对，就是有蓝色，就是在第一栏有蓝色字。蓝色跟绿色的。不啦，我们应该这么讲啦哦，比较有争议的是23条啦，好、哦。就是看这一本啊，我们先看这个这一章啊、哦、他们没有啊，那为什么只有我？不是啦，如果我只有这一个简版，党团没有就没有办法进行啦、啊哦、因为他们会觉得是从第二条开始修正嘛，那就要从第二条开始讨论，就有49条啦。而、现在你整理给我，只是啊、哦、比较有大家有意见的部分嘛。比较有意见的其实。嘛，你用麦克风说明好了来，啊，不然所有党团都会回傻傻来。报告协商会哦，我们、啊、来我们经过2次协商之后哈、哦，是有一个，因为做结论的时候并没有委员反对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协商结论写出来了。这一次我预想说是，用上次的协商结论跟进覆二读的十一案一起讨论这样子啊。那我怕有委员因为有时候有牵联动到其他的条文，所以呢把全部审查会的跟进覆二读的都放在一起，但是进覆二读的都有彩色，就是说委员的提案都有彩色的，就是紫色的是进覆二读两案。那因为进覆二读也分2次。交付11案这样子，3次分3次。好，如果哦，照柯总召讲的，就是要49条每一条来顺呐、啊。那么，因为审查会啊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的部分，像第二条是大家都没有意见，所以委员会把它整理，总共23条比较。有意见的部分大家来讨论啦，好，那现在我就征求各党团的意见，到底我们要49条要从头第二条开始，还是就针对啊这23条来进行讨论？其实23条里面是刚才我讲实际需要讨论的是15、21、31、47、48、49、94、101、103、104之1，这个在啊委员会里面讨论的过程啊比较实际，需要来提出党团协商啦。那现在听各党团的意见，我们要不要针对12、34、56、78、90条来讨论，还是要针对23条来讨论？还是要针对49条来讨论呢？中间有23。好，那就23来。那23的话，大家好来黄委员来。那个效率起见呢、啊，我其实建议说，就针对那10条啊。如果大家除了那10条以外，还有其他的条文有意见，提出来你也可以挑出来嘛。对。
那这样子进行才比较有效率，因为其实过去不管在委员会协商或者是在之前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哪些条文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其实都有讨论过了啦。那今天只是协商，在试图的看能不能有共识嘛。好，那能不能这样？好，来，无错啦，你十三条交十几条拢爽快啦。好啦，因为两没有结局嘛，哈，我们就顺啦。那有因为有部分会调整的。好啦，我们就顺啦。好，来，从第十一条啊，十一条啊。就是工程造价之订定，应每年检讨。工程会建议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翻开第十一条。好，报告院长，我可以。好来。因为这个是我后来再补提的。好，其实通过委员会审查之后，我本来想说有机会未来再做一些条文的检视。那我。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针对每年要会同主计机关来共同检讨共同性费用编列原则，主要我原始希望入法是因为希望能够督促工程会让我们的所有的预算编列能够符合市场的机制，而且可以跟国际接轨。但我认为我同意为了减少今天讨论的一个程序上的必要，而且现在这个业务工程会也已经在具体的做进行研议当中，那我同意，我就不用进附二读的条文来处理，谢谢。好，那其他党团有没有意见？我们就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工程会啊，他们就建议维持。好，那我们就十一条就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十一条之一也是工程会建议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十一条之一，审查会是。有做一些修正了啊，十一条之一，一二采购，哎，不是，我我也有十一条之一，哦，委员会啊，这是委员会通过的，是委员会有进附二读，是因为我有进附二读，对不对？我跟定宇有进附二读，有十一条之一是审查会是修正通过，十一条之一在第四页啊，大家看第四页。好来，好，谢谢。我想这一条在委员会通过的版本，那我同意用委员会通过的版本。但是我后来的进附二读的条文，好，我在这里不并入今天协商来处理。但是我要提醒工程会，跟刚刚的十一条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之前十一条你们已经确实跟主计在进行共同编列预算的这个基准的研议，已经在处理了。我希望反映在明年预算编列上，这个没有问题，不入法。但是现在十一条之一，我要做这个提醒，工期部分的你们还没有着手积极在研议，我们要合理的去反映每一个工程的样态，它应当有的合理工期的这件事情。好，我同意这个阶段不入法，但是这个部分你们还没有具体的作业的规划。这个部分我无论如何要督促，那这个十一条之一我同意，希望能够以我们委员会审查通过的版本，我的进附二读今天就不予讨论，谢谢。好，第一点，吴委员提到的那一些重点，公共工程委员会希望能够来参考啊。第二，我们就照委员会修正通过，大家有没有意见？好，好，那我们就照委员会的意见通过。来，第十五条啊。第十五条，大家翻开第十五条，是在第六页啊。那这边是公共工程委员会，它是提一个修正案呐啊，好、啊，是修正案，修正委员会通过的案子。这边能不能请我们吴主委你来说明一下第十五条？请我们陈处长来说明。好，来。来，请处长。院长还有各位委员啊、大家好。那工程会在行政院版的时候就有提出来这个修正十五条，是原来要删除第一项、第四项还有第五项啊。那主要考量的因素是避免法律的竞合啊，那希望回归到各相关的法律啊，譬如说公务员服务法对于离职后行为的禁止，还有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有关利益回避的规定啊，那还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哈，这是有关申报财产的规定。那
那针对这个我们建议在修正的这个条文是考虑到公务员服务法原来它的这个目前的规定是针对特定职务的禁止规范哈，那我们了解它要修正为跟采购法目前十五条第一项比较相近的就是特定行为的禁止规范，但是因为公务员服务法目前的修正草案还没有送到大院里面来哈，那我们为了避免这个形成空窗期，所以有建议维持这个现行条文的第一项，然后做文字的修正啊，那这是我们提出再修正条文的一个说明以上。那么委员会通过的条文第十五条只有两项啊，你们公共工程委员会建议依委员会审查结果再修正是有三项啦哈，那最后一项是一样是一二项有一点差别啦哦，那各党团请表示意见，来司委员来总召来，这个委员会通过的时候哈，八差强的通过都是照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第一次提出来版本，就是两项而已。那后来我跟工作委员看了以后，我跟司法委员大家党成员也看一下，那、如丝如商啊，那这利益何必跑到哪里去了？你第一项这么重要的都是采购人员，你只说三年内，不得为本人或代理厂商、原任机关去做这些事情的，他最近把它修掉，所以这个他当然我听他解释说，未来的公务员服务安排修是不是？所以提前先拿掉，是吧？那我认为这个一定要还回去，然后这次跟公共委员会讨论过，自己有些其他应该回到其他法案的法律上面的利益回避、利益冲等等才能申报，那个是本来就有法了。现在没有法了，你们为啥提前个铁的一三公一要要修？这个是我不知道以后公共政府机关在修法的时候不要这样，这是一个很粗糙的做法。哎，怎么会通过行政院会呢？我还是主张要回过来，那个话放回去，第一项放回去。所以你是建议这个柯总召是建议依照公共工程委员会再修正的，把它变成三项，是这样子吗？好，来，请各党团有没有意见？来，等一下，先黄委员，再司委员。所以现在工程会建议的条文是我们最左手边蓝色字的那个吗？对对对对，是吗？对对，最后左边你看哈，我们上面我了解。那我现在请教一下那个公共工程委员会，你们第二项写共同生活家属啊，家属有不共同生活的吗？那个民事厅的邱副厅长也在这边吗？家属有不共同生活的吗？如果不共同生活，还可以称之为家属吗？好，来啊，基本上民法的规定，所谓家属应该是要共同生活啦。啊，对啊，现在我的问题就来了，你们为什么写共同生活家属？我都看不啊。如果不共同生活，怎么可能是家属？来，要不要说明一下？是，报告委员基本上我们这一条的修正是配合利益冲突回避法的相关的规定去做修正的以上。好，来，那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限制共同生活的家属，在概念上似乎有家属不共同生活的，我就是因为看不懂啊，所以我才请教你们呢。我的问题你并没有回答。对不起啊，我对这个我不是练法律的啊。比如说像我女儿还是我儿子没有跟我共同就是生活在一起，这个算不算家属？亲属，这个叫亲属啊，这个是家属哦。所以这个文字要搞清楚啦，嘿。现在，国昌委员他们的疑虑就是讲，
这个把亲属跟家属把它混搞混了啦，哎啦，啊来，四位，那个就有关于那个第十五条的第一项的部分哦，现在工程会有把它原来的条文再换回来，那换回来因为采购法它是一个采是一个行为法哦，那公务员的服务法是一个职务的限制，所以我建议说在第一项的哈，现在工程会第一项的第三行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我建议修正说，处理就是接洽处理与采购有关之事务，就是它是一个采购的行为，所以我建议把采购很明确的放在第一项的部分，就是第一项就是在离职前加上这个吗？就是贬下第三行第三行。机关接洽处理与采购有关之事务，与采购有关之事务，还是要五年吗？后面的是五年吗？离职前五年吗？应该是与离职前五年内与采购有关之事务，是放在后面，是这样。等一下，采购谁采购比较好，还是以职务比较好？职务应该比较宽嘛。有的是定规则的啊，包委员，我们那个第一项的那个主持如果变成是机关人员，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例如呢人事系统的人员，人事系统原来呢它的职务呢没有在办采购，所以如果我们第一项的后面呢用现在现行的法律的文字的话呢，就变成人事系统的人受规范的，只是说他离职之后不能够回过头来跟原来任职的那个人事的业务相关的。可是我们发现呢，其实有一些人事系统的人，他退休之后，他代理厂商做白手套去接洽采购业务，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项的后面，特别呢去规范采购，这样子的话，那个主持有可能不是采购人员，后面呢就把采购纳进来了，这是我们呢这样的一个原意，所以我们非常认同呢刚才这个委员表达。所以你的意见是，与采购有关，应该是把它纳入。那各党团的意见怎么样？好，来，请黄委员。对不起，请问刚发言的那位长官是代表什么单位？包委员，工程会主秘，主任秘书，主任秘书。那你刚刚的文字是要加在哪里啊？包委员是呼应那个司委员的意见啊。对啊，把文字拿出来啊。因为这个牵涉到什么？这个牵涉到你们要调整这个范围的话，牵涉到最基本的，大家就是担心自己的人出去当白手套嘛。那你要限缩这个范围的话，我一定会担心你创造了什么样的空窗或是漏洞出来啊。啊，你把文字把它写清楚，这样子比较好讨论吧。因为你这样子突然你也没有文字，然后要去限缩可能我们要防堵白手套的范围，是不是到底要加在哪里？能够具体的说明一下。如果文字要顺的话，应该这样子的啊。机关人员离职后三年内，不得为本人或代理厂商向原任职务，原任职机关接洽处理离职前五年内与采购职务有关之事务啦。那不是这样子？等一下，我讲一下这个概念好了。这个公共工程会现在提出来版本是要把职务改为采购，对吧？上次我跟公共人讨论过，这个熊已经把你原机关里面要离职以后跑到另外这个厂商里面来做官说，我们再规范这些吧，你回避嘛，离职前五年哈，与职务有关的，啊，你现在是说要把那个把它窄化到采购，你是不是把它窄化而已啊？你把这个线索做得更小，
这个是利益回避吗？你现在就你在找一个缝隙里面，哦，在找一个缝隙里面嘛。我刚才讲过啊，你以前在办理的时候，你是定规则的人啊。啊，怎么是你在办理采购？没有办理采购，采购是啊，采购只有采购人员而已啊。后面系统的人很多啊，你后边八个人都不要进的对了。啊，你这个是，我跟人家讲了，你看既然利益回避哈，你就光明磊落的利益回避，不要一直为你们工程委员会、一直采购人员在做一些后门条款。所以你把第一次把第一项全部拿掉，我就很有意见了。你现在又跟被撸开撸，啊，这你自己想清楚啊。包院长，政委，刚才院长所讲的，把植采购加在这个后段的植物，就是后段植物的前面了，这样会变得奇怪，就是在于说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限定的时候是不得为本人或代理厂商嘛。向原机关处理，这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会变成说，职务不要。他前提已经是本人跟代理厂商了哦。那如果我讲的不是采购，而是我代表代理厂商来跟你讲人事问题，就刚刚主秘讲的，啊，你在我代表我代理厂商说，哎，伯利尔哪一个人帮我升迁一下？你把采购加进去就奇怪了，对不对？就会排除掉了。所以不加在这第一项里面不加采购是比较好的。你就真的离职后，再代表你本人或厂商来这边谈有的没的都不好了。好吧，所以我是希望，因为这不只是工程会嘛，可能工程会在处理这个状况还是比较少的。那种各级机关里面，其实在第一项里面，你有只限定在采购的话，我认为那个范围限缩太小，反而不利于那个采购单位的公正性。好，来，请黄委员。我请教一下主委哦，刚刚主秘发言是你们代表工程会的立场吗？我现在代表工程会说明，这个条文我们的意见是跟原来的条文是一样的。第一项是机关职务并没有加采购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条文是没有的。莫大，现在到底要不要加采购？你的主秘跟你讲的现在是有一点冲突哦。以我那你是以你讲的为主，所以你是希望以你们建议审查会你们在修正的第一项处理，是维持你现在提出的修正，是这样子吗？啊，这样大家有。刚才主秘几呢？那几错例子哦。第二，共同生活的家属，刚才黄委员跟司法院都。本来家属就是共同生活嘛，亲属才不一定要共同生活嘛。啊，这个在你们刚才处长是讲说，这个是依据什么利益回避法，是有共同生活家属。来，要不要说明一下那个？好，这个部分我先说明一下。工程会这边原来的条文是同财共居亲属。之利益，那现在改成这样，我们同理的说法是依照相关的法令的引用，大概是这样。这个刚才是好来，要不要是法务部吧？是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法务部代表说明啊，的确，诚如刚刚主委所提到的啊，原来这一条的现行条文是规定同财共居亲属。那因为这一次在行政院修正的时候呢，参考利益冲突回避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哦，把它改成共同生活啊，其实的确是利益冲突回避法在107年6月13号去年修正的条文呢，是共同生活之家属。好，是共同生活之家属，所以工程会可能参考利冲法的规定，把它改成这样的文字。那其实现在就是共同生活用的比较多，就现行法之上同财共居用的比较少。那现在争执在说是家属还是亲属。那诚如刚刚黄委员所讲的、那个家属呢，其实在民法是有规定的哈。那其实他是说同家之人呢，除了家长以外都是家属，但是如果不是亲属而以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的话，是视为家属。好，是民法是这样规定的。以上说明。好，那大家有什么建议？
那个国昌委，你觉得这个文字应该怎么修正会比较符合法律的用？其实是不用修正啊，只是哦，就真的念法律的人看到这个词哦，就会觉得这个立法的词汇挑得很差。因为"共同生活"这四个字，我再说一次，根本是罪词啊！你如果不是共同生活，根本不可能是家属。事情就这么简单。刚刚司法院家事法很有研究的邱副厅长就已经讲过了，那、啊、你要这样写就这样写了，哎，亲属了，家属，家属就一定要共同生活。哎呦你，所以回到原条文了，不是啦，黄委员是不坚持，只是觉得共同生活这四个字是最难、啊。好、哦，那各党团大家是觉得让要配合，不是，既然不坚持，我们就处理，就是了、嗯。要配合利益回避法，就用同样的以会来处理，还是要在这里啊、就用家属两个字啊、哦，这个征求大家的意见呐、啊。就配合那。那我看就还是用跟利益回避法的共同用语啦、啊哦、比较不会说一个法有两个用语啊，其实。这个未来还是要这个像法务部啦、司法院在啊修法律的时候一些用语啊、哦，如果尽量节省，就要把它简略了啊、哦，这个会很奇怪了啊、哦。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出，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什么叫亲属，什么叫家属了啊、哦。好，那这样我们就啊依照啊。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修正，通过。那未来，如果有机会再修的话，利益回避法啊，这把共同生活家属这些罪言做一些比较简略的一个用语了哈。那我们依照公共工程委员会修正的条文啊，再修正的条文通过啊。好，来，我们现在进行第21条啊。21条，这个21条，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要不要说明一下？因为建议一委员张廖万坚提案条文修正通过了啊、哦。张廖万坚是在绿色的文字的部分，那公共工程委员会你们这个条文。蓝色的部分跟绿色的是完全一样吗？是完全一样吗？那大家建议依照委员张廖万坚等18人提案条文通过，请问大家，哦、来国昌委员，那请教一下，他是改哪里啊？一样，他们两个字一样啊，所以他建议依照张廖万坚委员的提案通过啊。好，对了，但是我现在就是。他现在的21条跟他的21条差别，因为不是都会划线吗？有没有差别？差别是在哪里？有没有差别？现行条文第三项拿掉。那经常性采购应建立六家以上之合格名单，把这项拿掉。那理由是什么？好，来说明一下。哎，你刚才不是讲说？哦，跟现行条文第三项啊，来说明一下来。好，报告委员，那删除第三项主要的理由是因为这个不同采购标的的特性哦，差异很大。那实务上确实也有一些是需要经常性去采购，但是又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六家合格名单的情形，所以我们才。所以你拿掉以后，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是一家也可以了吗？基本上跟委员报告，采选择性招标，他还是用公告的程序。哎，我后就跟你讲，你讲那个公告，我真的知道政府采购法在搞什么人就知道了。当你用选择性招标，然后又经常性采购，啊，你把最低的门槛，你最低的门槛加速，我觉得可以讨论。你完全不设门槛，你的意思就是你要开一个大门嘛？经常性的采购合格厂商名单。只有一家也是 OK 的嘛，啊，这样子运作下去，从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立场来讲，是好事吗？那个，我讲一下，
现在经常性采购是几家？六家以上的、啊。那你这个拿掉你，你本意先讲清楚，大家用公背啊。一间也是爱是从爱是一号变成几间？经常性采购是很，每个机关都有啊。那、啊、你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条文拿，这一项拿掉？是委员提案，还是你叫委员去提的？还是委员提案你觉得很有道理？啊，这帮人会诘问你哦。我六家拿掉了以后，你心目中是几家？好，来，请说明。是，好，谢谢委员。那我先简单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选择性招标基本上它是第一个阶段公告以后去建立一个合格的名单，也就是说它的厂商的资格只要符合就建立这个名单。那以目前的规定，如果是一个经常性的采购，这个名单必须要累积到六家以上以后，它才可以办理后续的一个规格价格标的开标啊、哦。那目前确实是有一些的机关实务上，因为那个采购的那个，譬如说有些材料啊，哈、哦，或者是比较特殊啊、哦，那要建立六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比较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了哈。那委员提出来这个版本，跟各位委员报告，不是我们请委员去提的哈。那我们认为委员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形，基本上啊，选择性招标一样还是经过公告的程序去建立这个名单，而且这个厂商呢，随时都可以提出资格让机关来审查，以后纳入名单，所以基本上他不是说你建立名单之后就不可以再加入，他是随时厂商只要提出符合资格的情形都可以纳入这个名单，让机关来办后续的一个规格的一个招标，随时可以再加入啊。你刚才讲说有些很特殊的没有办法找到这么多，这是两码子事哎、欸、那你现在这个拿掉以后，你不能用黄伟一样才能不能用几斤的赛还是两斤三斤，你不能用对啦就是说那六家，那为什么你现在拿掉是一家就可以嘛？那三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啦。哦，来黄伟，那为什么不是三家是一家、哦、要拿掉？你上面写讲说啊，随时哪里有随时啊？你上面就讲说要不妨碍你的招标作业，要能够适时完成啊。对啦，啊，我现在在跟你讲第二项嘛。啊，第一项你前面还是卡一个有资格审查。结果你审了半天以后，全国只有一家合格，以后都只能跟他买啊。你如果真的觉得六家的门槛太高啊，具体的实务上面到底是现在哪些单位那要去做这种经常性的采购，发生在什么样脉络里面啊，建立了几家让大家知道嘛。要不然你等于是什么，你等于是说要大家草草的闭着眼睛就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后门给你们，这样不负责任啊。那个吴主委，黄委员跟柯委员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如果把这一项拿掉，可能就只有一家、哦、那就没有竞争的对手，他只要绑标啦还是规格哦，稍微绑一绑就剩下一家、哦、那如果你六家是太多，那应该是多少家？那现在啊，就是啊、如果一家以上会有困难的，到底是哪一些项目？哦，会为了这一些项目来修？哦，我想他们的意思是来问来。其实我可以想象哦，现在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有很多我们可能从国外要去用一个比较先进的技术或什么的，确实会有这样子。我相信你们原意是认为要让一些更细致的工程追求品质上能够有比较实务可以操作的空间，我可以理解。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我刚刚前面有两个条文，我自己也是进覆二读。但是我认为进覆二读的过程，其实我个人提到的条文我都认为很必要入法，可是我为了追求效能，为了在这一次尊重委员会中心主义，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提的版本是下一个阶段我们在做努力，或者是我现在请工程会做一些行政作业来达到我没有入法前但是可以做我的监督的事项，
的请求，但是现在以这个条文来讲，它也是委员的进覆二读的条文，那看起来你拿掉的这第三项本身其实还蛮需要一些科学化的实证化的实际必要的一个佐证，所以我觉得不要卡住在这里。像我个人认为，那是不是三家就好，两家就好？那你们过去到现在，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入法的当初是六家？这都需要一些演绎，需要一些讨论。所以我是具体建议，那这个条文我们就维持原来的条文，不处理进覆二读的条文，因为这个关键不可能在现在你们拿出实际的数据来说服我。但是我要说，我要做成记录，我基本上同意有很多更细致的、更追求品质的采购，确实是难以达到六家，会卡到一些比较专业性的一些采购，这我必须要说明。但是我建议这个部分我们就维持委员会审查的版本，谢谢。什么叫经常性采购？打折扣很普通的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请回答。什么叫经常性采购？来，来，有那个，像吴志尧讲的，细致的、科技的，啊，那就是挡了啊，是吧？来说明一下。是跟委员报告啊。经常性采购在我们定义上就是一年采购可能两次以上的，有这样的需要啦，嘿。那当然现在比较常办理选择性招标的这个部分，在吴市长委员意见好了啦，我看大家他现在这样子啦，哈，因为这经过图我们根本不现在这样子，对不起啊，我来，因为我这么听啦，啊，六家好像困难度是蛮大的啦，啊，所以你们才建议拿掉嘛，那为什么不是两家或三家？不，你没要说明啊，那个主委。特别跟各位党团跟主席报告一下，选择性招标这边所定的选择，他事先审查资格进来的家数，跟可以来投标的家数是两码事。各位从这一个第二项可以看得出来。没有在这一个选那个六家以内，这个后面这个名单以内的，他一样可以进来招标投标的，所以并不是说以选择性招标入名单为唯一考量。特别跟主席，跟各位报告一下。对，那过去为什么在定法的时候是六家呢？那现在反而觉得六家太多，把它拿掉了，现在就一家也可以了啊。我想这个应该是来自于委员也发现有实务上的这些问题，是委员发现还是你们觉得自爱难行？我们也有接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一个状况，那么才同意做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你如果说六家真的是自爱难行，那总是要有一个竞争。我们同意啊。如果是两家还是三家这样子，把它的家数降低，但不要到六家。六家是当然是多一点啦，而且法律哦，要同样性质的选择性的采购，要六家以上，或许它的难度是很高。但是你拿掉就一家就可以了，很容易就没有竞争。实务上发生这个事情多不多？啊，实务上啊。就实务上确实也碰到这个问题，才有反应这样出来。那你学一个，后面学一个单数就好了。那一下子说都拿掉，有什么情况下有这样的考量？排除六家，你学一个单数。我想，我们尊重。如果你六啊，你不要全部拿掉的话，是现在是建议不要拿掉了哈。但是六家是有困难嘛？那觉得几家？你们觉得？因为你们最清楚采购嘛。你觉得几家应该是符合竞争又符合采购的效率效能？你们觉得应该是几家？我们是阶段性的，先调整为三家。来来，好来，今晚这个方向就是讲啊，这条经过都不蛮修，好、哦、啊，那而且修你干嘛？我实务上有需要，我们再从公背讲明白啊。我们这不是那么内行。那四条也刚才讲过了，这个有一些特殊性的，那有人会乱想嘛？啊，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是在讨论嘛。啊，你假如说真的有这个困难，六家以上的话，困难的话，
你再写一个单书嘛，后面写个单书，这什么情况下可以？那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啊？用单书哦，真的有困难的。用单书变成实务上真的有困难的，反而不用解条，解条那么不安心。啊，来那个思维，因为选择性的招标哈，它的那个机关的主导性相当的大。那如果你不去限定这一个家数，你把现在的六家整个完全都松绑到没有，机关要再去审查这些想要进来的人，他会用很多的审查去卡住他。所以这六家里面你可以降，但是你不能说只有一家。这未来的问题，如果修法的目的是要让以后更好，如果修法是让以后的问题更多的话，那这个部分必须要被保留。所以我建议，就像刚才主席提到的，你六太多，但是你要三或者是多少，你应该要做一个建议。好，来，请公共成员内你来建议了哈。我们同意改成三家。那如果改成六家，维持原条文，六家改三家，各党团有没有意见？啊，你觉得应该多少？所以我觉得哦，因为他们现在也，我一直问说，你所谓特殊的情况，各机关碰到的状况，你把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嘛。因为你等于是啊，你就嘴巴讲，啊，请你提供具体的也不提供，啊，这样是要怎么讨论？因为我们现在等于是在摸黑里面进行去搜索嘛。啊，你如果说在我完全不看资料的情况之下，啊，六太多，以下减半，啊，我也觉得说啊，这样子真的妥当吗？那还是我可以提议说，不要三家，四家可以吗？我建议就不要拿掉。你们如果真的认为需要，为什么这一次采购法的时候，你们自己不负责任提出你们版本，在我委员会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讨论，不要让我们在协商的场域去决定这样子六到三看起来合理，听起来合理。我也不是不想帮忙，我也不是不知道现行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负责任的立法，我觉得如果需要你们下一阶段再来努力，我们维持线条文，我建议把这个，我想这样子啦哈。吴主委，你们六家碰到的困难，一般啊，在不管是单位各单位碰到的困难是什么？那以你们专业，应该是在几家是符合现阶段的需求的效能的需求？你们要很实际的来说明一下啦。跟主席报告，好，这个条文并不是工程会主动提出的条文。是委员提出来的，我们只是说确实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困难，也同意这样的一个修正。那如果最后大家认为不要修正，我们也认同。好了，不要了，那就维持原条文啊，维持就谁要背这个啊？维持现行条文哦。好，那就维持现行条文哦。好，可以哈。好，那第。21条，我们就维持现行条文啊。好，来，我们再来进行第31条，第31条啊，大家翻开31条，在第14页啊，第14页。啊，没有啊，31条，哦，对，是的，第22条啊，22条啊，审查会及上市协商啊，均经修正通过。那工程会是建议依上次党团协商的结论通过，各党团有没有意见？好，你们看一下。没意见。好，没意见，我们第22条啊。就依工程会建议，依上次党团的协商结论通过。来，第25条，同样哦，工程会是建议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那请问各位党各党团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第25条啊，就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来，再来第30条啊，工程会是建议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
好，没有意见，我们第二十五条就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来，现在就进入三十一条啊。三十一条，刚才时代力量党团有一个修正动，修正啊，再修正动议案哦，是再修正动议案哦。有刚才我发给各位另外新的章啊，章页里面啊，在新的章页里面，大家看三十一条。现在我们本来第三十一条啊，公共工程委员会是建议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那么时代力量党团啊做了一个再修正动议来修正审查会通过的条文，是不是请黄国昌委员来说明一下啊？我们再修正动议的旨意。我首先说明一下，我们之前所提的三十一条，后来进复二读并协商的条文，针对有关于押标金。那认为说，如果有三十一条下列各款是有情节重大的话，要处五倍啊的处罚。那会提出这样子的修正条文啊，主要是鉴于过去在公共工程采购发生弊案的时候，我后续啊去追踪，结果这一些单位他们跟我表示说，他们也痛恨啊这些弊案，但他们很无奈啊。他也只有押标金可以收，那其他的另外国家还要编预算，旷日费时啊，去提起各式各样啊的诉讼。那我更具体讲，就是黄继敏的案子，前消防署署长黄继敏贪污了几千万，他经手的公共工程采购啊几十亿。一家厂商一家厂商，我要求追究，我开始要求追究责任了以后，现在的消防署署长才动起来，他把每一个标案全部都列给我看，列完我看完了以后，我才赫然发现了，他们后来说所谓没收的那个押标金，有的是劳务采购，根本没押标金，等于是可以没收的叫做零了，那有的是几千万啊，没收个几十万，或者是几百万。那我们政府来面对这种不孝的厂商，结果还要再另外编预算，然后旷日费时，啊，对他提起什么民，对他提起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我才在三十一条啊增加要求他们付五倍赔偿这样子啊的条款。那后来，这个条文列完了以后，有一些可能是大学教授 NGO 团体他们组成的什么设计景观协会之类性质的人跑来找我说，我这个条款啊列得太严苛了，那对他们厂商会有一些什么，就讲了一堆理由了。那后来我愿意退让，所谓退让就是现在今天大家看到的再修正动议。那大家会发现说，我本来是各款的事由情节重大 全部可以要五倍的惩罚性赔偿金。那他们说啊，有的时候齁，就是像履约或没有履约的这个事情齁，可能会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情节，所以我现在把我的条文大家看到的再修正动议，我把它限缩在什么，我把它限缩在明显是期望甚至会涉及到犯罪的行为，也就是以虚伪不实的文件投标，然后去借人家的名义投标，冒用人家的名义投标，然后对于采购的人寻求契约或交付不正利益。那我想把事由限制在这期款里面，那总没有什么话好说，说对于我们诚实善良然后一般的厂商会造成什么寒蝉效应，这没有寒蝉效应之所言啊。你要投标的时候不可以用虚伪的文件，不可以寻求契约交付贿赂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的要求了吧。
啊，你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底线都守不住，对我来讲，就是赋予法源，让国家可以给他金钱性的自治财，要不然怎么会出现这么荒谬的状况，出现这么离谱的事情？黄继敏的案子哦，洋洋洒洒全部列出来，现在还政府在另外编预算，对他提起诉讼，要求偿。啊，怎么会这一种要去追溯不当厂商他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的劳力时间费用的程序成本要由国家承担？没有这回事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就31条的部分所提出的再修正动议。那比较技术性啊的问题，就是后面的所谓的1234，我们再修正动议的第4项，那个前项追缴押标金的情况，那可能要把它改成啊第2项，因为我后面啊中间插了一个新的项字出来，所以那个前项要把它改成第2项，那一并说明。嘿，现在你的修正再修正动议啊，前项要改第2项，但是你后面已经有第2项，所以后面的第2项追缴押标金这边，是不是就要再重新再改第3项，要一并改？不用，不用，不用。哦，也是第二项的问题了。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针对第二项的问题了啊。所以前项改第2项啊，大家修正一下啊，两个都是第2项的问题。来，那么针对第31条，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啊，来是要先给他们讲，还是好来请那个黄国昌委员特别提到哦，针对1、2、3跟第6款这4款，就这是啊的部分，应该来做比较严苛的一个附带连带。啊，这个损害，对对对，那公共委员会的意见怎么样？谢谢院长啊、哦。那跟委员报告哦，那采购法31条是对于这个厂商有这些不应该有的行为哦，所以机关要对于他的缴纳的押标金不发还或者是予以追缴啊、哦。那我们回到这个押标金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担保这个机关可以顺利办理采购，然后确保这个厂商投标的公正的目的啦哈。那针对现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我们黄委员有提出修正的一个相关的对应条文哈。我先就第1项第6款有关对采购有关人员行求契约或交付不正利益这一款来做说明哈。那目前现行采购法的第59条啊，也有类似的规定，就是厂商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中介费、后谢金或其他利益为条件来促成采购契约的签订啊。那如果违反这个规定的话，机关是得终止或解除契约，好、啊，或将溢价或利益自契约价款中扣除啊。那如果一旦有终止、解除契约，机关也可以对这个厂商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予以没收啊，这是现行采购法有关相关的规定哈、啊。那除了这个，我们对于厂商有违法行为不发还押标金或追缴押标金的情形，这个处罚以外啊，其实，在采购法啊，对于像涉及到有借用、冒用他的名义来投标，或者是用不实的文件哈、伪造变造的文件来投标，在采购法其实还有相对的其他的处罚哈、譬如说采购法第87条有刑罚啊，那涉及到这个101条也可以做停权的规定啊。那这里面譬如说得标后如果拒不签约啊，这个部分在目前工程会的契约范本里面也明定啊。如果这个案子这个机关又重新招标，可能会有产生价差啊，这个价差的损失也可以在契约去约定啊，去予以追缴啊，来这个追偿啊，这个
有关它的那个价差的这个部分哈。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押标金不发还以外，那其他采购法有相关的配套啊的规定啊，在这边也一并跟委员报告。那另外，刚刚委员有提到这个消防署的案子里面有一些劳务的采购案件，确实没有收取押标金。那在这一次的修正条文里面，我们对于这种未收取押标金啊，而有发生这个第二项这些不法的情形的时候，我们也有明文规定要收取一定额度的这个我们也是用押标金哈，就是他虽然没有缴，但是也要缴纳一定额度的这个金额哈。那在这一次的修正条文里面，也有给他做补充的规定的哈。那这个部分先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啊，以上。那个吴思瑶委员，谢谢说明哦。我可以理解那黄国昌委员提这样子的一个案子，他由消防署的这个个案来衍生，我们能够对于这样的不孝厂商有更高的一个采处的方式，而他选用的方式是加罚5倍的押标金，这是现在入法的一个必要。那当然我也同意哈，在时代力量在修正动议之后，确实有把一些譬如说第四款跟第五款，它有很多面向其实不可以苛咎于乙方的哈，这个部分拿掉，这个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方向至少更为严谨哈。可是以刚刚工程会的说明，我觉得我们对于所有采购里头的我们认定的有违法事实的不孝厂商，认为他恶意用5B的不正利益的交付来做采购的这些厂商来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武器来对付它？好，也就是刚刚我们处长说的59条的部分，有一些要收取它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是什么金额？59条是要他收什么？要不正利益，对不对？好，然后再来87条是相关的刑罚，对不对？他除了刑罚，我们把条文比较严谨，我把条文看出来。他除了有这个刑事责任，他还要并科罚金。那再来最重要，对这些厂商最在乎的是101条，他可能停权，他再也没有办法再行使他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权益。所以这个是看是不是要再给予另外一个罚则，而黄委员提的方式是5倍的惩罚性的押标金的这个方式。那我觉得这个要大家考虑，在我个人看来，其他的条文已经行以相当必要负担的这个责任，但这就是够跟不够的问题。那我要提出一个部分，就是说很多的押标金，因为如果是以财务采购或是劳务采购，它押标金可能比较低一点嘛。如果是大型的公共工程，押标金是多少？跟委员报告，押标金可以收取是这个预算的5%或者是一定金额。哎，那最高上限是5000万。所以最高的话，那种很最大2级的，而且是工程类的，就是5000万那个不会2.5亿。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比例原则的其他法律的参采？我觉得这个是要考虑，所以现在是在处理这个。我个人是倾向认为有其他的条文在做这样不孝厂商的处理了。那要选择在押标金的部分再限制，这个大家要想一下。我是比较保留啦，嘿，我个人比较保留。好，来，请柯委员之后，请黄委员。我想这个是法律观念第一个要理清的哈。当然对不法我们要打击，要有措施是没有错。那黄委员提出来这个概念就是惩罚性赔偿。那回到惩罚性赔偿，我们现在我们的惩罚性赔偿是要有概念，就是说你为了探钱造成人家损害，这个要惩罚性赔偿。好，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专利法、消防法等等都有惩罚性赔偿。那你当然你来标，好，来不要说你违法，哎，违法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刚才有谈到也有刑法87条，也有没收，那好、哦，那也有这个加差补偿，这个新的加差压，
后面来接的话，你叫他要找他算嘛，这些都有一个完整机制啊。那是不是要照黄国昌委员讲，他的一二三还有六款啊、哦，其他可以排除？我觉得这排除的问题是有点问题啊。他把一开始错误的排除啊，这个排除是排除四五啦，排除四五啊，啊轻的没有排除，重的排除。你标有这个办公会，那东西那很严重的 啊，所以我认为啦，这个法刚才吴思耀委员谈过，工程委员也谈过，这个不是说让你一定弄一个非常非常到自己想象的法去定，法要法逻辑嘛。那你说你赔偿本来就是因为你探及造成的损失，你要赔嘛，一直要被探及也给他的保证金被没收。而这里面最严重一个，他送一厘一条款嘛，他以后就没有资格了、啊。这个对他比承保赔偿还严重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把所有东西，那我们想象的时候把它加上去，我说这个时候大家思考一下。好，来请黄委员，再来周成委。不同的法律效果有他要达成不同的法律机制，目前的规范。完不完整，足不足够，时代力量党团的价值判断是不足也不够，而这个不足也不够绝对不是什么抽象的想象。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拿具体的案例来看嘛，拿具体的案例来看，光以黄继明的那个案子就列多少标案出来，2800万押标金就5%啊，收了140万呢、啊，国家的损害岂止140万？他去坐牢，他本来就应该去坐牢啊。他以后不能再标这种不孝厂商，当然以后不能再标啊。但国家的损害呢？纳税人的损害呢？现在实务上面荒谬的状况就是什么？荒谬的状况就是拿了5%的押标金把它没收了以后，国家其他的损害国家要编预算，另外去跟他打官司慢慢搞，哪有这种事情啊？我刚已经讲了，我画出来的红线就是明显的欺罔跟犯罪行为啊。你履约上面有其他的争议，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按照公共工程他们现在履约争议的机制去处理嘛。有的时候我的东西有做好啊，国有家认为我没有做好啊，到底是有做好没做好，能规则不能规则等等，我们都到公共工程里面的履约争议机制去做啊。但问题是什么？但问题是你如果今天用假造的文件寻求契约交付贿赂给你取得了标案啊，结果国家造成的损害，我最多如果押标金还没发还，我还只能扣5%的押标金呢、欸。那刚刚讲说什么最高金额到5000万，我们就讲具体一点嘛。啊，押标金现在就押5%啊。啊，你看5000万听起来好像很大，啊，你要不要问看，他那个工程是多少钱？啊，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啊。我没有办法理解啊，他要坐牢就去坐牢，他本来以后就不能再投标啊，什么叫做有足够的吓阻力啊？国家的损害才要填补啊，你说啊，国家可以啊，国家有什么损害另外对他打诉讼啊？我现在看不下去的就是这件事啊，浪费政府部门对这些不孝厂商还要浪费一堆劳力时间费用，然后拖诉讼旷日费时啊，苦苦对他另外再提起诉讼，为何要对这种不孝的厂商这样子的礼遇？那其他人其他党团有不同的政策立场我们都尊重啊，但是这条时代力量党团会坚持这个对于其他党团的周成版本要尊重可以，但是不要想说不要常不要常常好像某个党团有什么特不啦，周成委员来不同意见。好，这个59条里面这也有规范嘛。针对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31条哈，
其实对于这个不屑的厂商哦，给予一个惩罚性的这个赔偿金哦，是有必要性的啦哈。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说，是不是要惩罚他五倍的金额哈？五倍其实有时候你对一些大型的工程来讲哦，是蛮重的啦哈。你若讲几啊十亿五倍哦，那是五千万的五倍啦，五千万的五倍，最高只有五千吗？对对对对，哦。因为哦，这个如果说惩罚性的赔偿金如果太高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厂商哦？他不愿意来投标哈、哦，导致我们的公共工程的招标会造成困难哈、哦。这个我们大家也都要把它考虑进去啦。是建议是不是用两倍来给他做惩罚哈、哦？我们是不是大家可以来讨论啊、哦？建议两倍啦。好，来请黄委员。那个谢谢周成委员哦，方向上面支持这个制度。那我跟周成委员稍微说明一下哈、哦，就是说那个五倍是最高啦，我定的是五倍以下，然后按照情节的轻重，那政府可能实际上面所受到的损害或者是不利益，我给主管机关一定弹性的空间。那而且我还有另外加一个要件，就情节重大，那等于是什么？等于就是让我们的政府再去追溯这些不孝厂商对政府所应该要负的赔偿责任的时候，不要再这么辛苦。现在实际的状况就是很辛苦，就是很辛苦嘛。啊，你说以后不要让他再投标说话的，你以后不要再投标国家的损害赔偿了吗？啊，你说他要去坐牢说话的，他本来就应该要去坐牢啊。我站在纳税人的立场，我 care 的只有一件事情啊，那件事情是凭什么还要纳税人再花钱浪费劳力时间费用旷日费时去追回因为他们的期望或者是犯罪行为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哪有这种道理？那第二个事情哦，我也跟周委员周成委员说明一下，其实不会去阻碍到什么厂商投标的意愿啊，因为我针对的也就只有期望跟犯罪行为啊，啊，除非这个厂商他今天来投标的时候，就是打算用伪造的文件，或者是用寻求契约交付贿赂的方式来投标啊，这个的确会对他造成主诱因上面的反诱因啊，啊，但是对这种厂商给他反诱因，叫他不要用伪造的文件，叫他不要寻求契约交付贿赂，在制度上非常的好啊。这种厂商本来一开始就要吓阻他不要来啊，吓阻他不要用伪造变造的文件啊，吓阻他不要寻求契约交付贿赂啊。其实这个两个规定一样哦，应该文字的前节那个前节啊，应该直接就追缴要被应的情节放在后面，这样可能比较清楚。没有，那等一下，先通那个，我来请教一下公共工程委员会啊、哦，这一条很明显已经。就是把它界定在第一就是以稀为不实的文件投标跟第二还有第三以及第六，那么这四个款啊、其实基本上在刑法它都是违法的。那么黄委员提出的是刑法的部分是违法，它关是该被关，但是我们对政府损失的部分只没收他的押标金嘛啊、哦、那往后都是在政府在支出，不管是诉讼甚至于有些根本追不回来，那他就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所琢磨，而且他并不是限定在五倍，是五倍以下啊，或许是一倍，或许是两倍，是情节的重大。那么，这么在执行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在这边工程会跟主席跟各位做报告啊。基本上，我们这一条是在定押标金的一个投标的时候的一个权，即对机关权利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规定。
那么这个部分，那么有下面这一些第二项下面这些款的规定的违法的行为，那么来作为押标金的一个这一个处理的依据，那这个是立法的我们的原意的精神。那对于第二项第三项要不要加来对这些行为的加重的一个从采购法押标金这边来做处罚它，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那这个我们比较会倾向是，当然我们的肌肉如手，我们也希望这些恶劣人他不应该这样而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不是从我的采购法这边押标金这个地方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置，还是另外的法令应该去追究的？另外有什么法律可以追究？我刚刚各位委员不是九条，那是刑罚。他刚才讲过，那是被关的嘛。但是押标金的钱的部分，政府还是要不回来嘛？押标金本来就可以没收了嘛，那只有5%啦，所以没有他的损失，再增加惩罚啦。这个简单讲啦，是不是？那有些的政府的损失是超过他的押标金呐、啊，所以才会那两倍，他是5倍以下，你要罚1倍、2倍，他是授权情节重大不重大嘛？我个人是认为这一条是蛮有道理啦，因为我在县政府，我在公部门啊待过哦，好几个部会哦，的确是蛮多的职。收回押标金，其他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好，谢主席，我再一次发言哈。我觉得其实要澄清一下，我们在讨论这一条，我们要不要在现有的法律秩序下，采购法已经有59条、87条跟101有不同的裁罚的方式，就是处理之外，再额外来讨论在押标金的部分，要不要再给予其他的？更加重的一个处罚的处理，我们其实是在面对这个问题，额外在外加，所以我觉得很理性在讨论，不是我们如果不放，就是在礼遇这种不孝厂商，其实不是这样。好，我们绝对不是在礼遇这些犯法的人，而是说现有的法律秩序要不要之外再加重，这个我第一个其实要说明。那第二个是我比较关照的是，好，押标金5倍以下 ，OK， 是5以下，但是情节重大者，好，我也感谢时代力量是有一个情节重大者，那这个情节重大者的认定，哈，是谁处理？你们是不是要在一个工程会自己在条文里头要写，你们去定什么是情节重大者，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这一项的最后一句是由厂商之负责人负连带责任之连带给付之责任。其实我觉得在很多采购上，一个公司假设很大，他可能面对的同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公共工程真的很辛苦，来标的厂商越来越小，越来越少。然后因为我们的公家工程的采购的条件都不如民间的优渥，所以我们现在真的一堆都是标不出去的，这是一个处境，这是一个现况。所以为什么民间的这些厂商都要说采购法是恶法，是因为这整个这个实在是让他们不敢拥抱公共工程。那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现况，而且有一个大的公司他愿意来做公共工程，可是当这种更有规模的公司里头，他可能同时间在面对非常多个政府采购的案件，也帮助我们做很多国家的重要建设。那当中的如果是下面的专案负责人，好，我真的是很生气，这专案负责人假设真的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可是你要到那个厂商的负责人去做这个连带责任，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思考一下。一个很大的公司，他如果可能面对同时间有5个案、10个案的公共工程的采购，那这个部分是我比较担忧啦，哈，因为一下子就去处理了，可能我们未来能够投入公共工程的那厂商的这个负责人实在是蛮也不能讲无辜啦，但是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裁罚。然后情节重大你怎么去定，如果是情节重大是交由工程会来处理，那你们是不是要在这里加一个文字，所谓情节重大的是另外另定之或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更严谨，否则这样放上来这个运行上，我担心机制上会有问题。我讲一下。来，请客委再去换位。
我想这个我们在整个法理上设计上面，当然整个采购法它有一脉的啊，整个系统性的设计啦。那加入这个是要讨论的，是值得讨论的。但是不是建议在说所谓的反道德上面不赞成的人是怎么样？哦，这个现在讲清楚。那刚才不是要讲的也有道理啊。这些一二三款不实伪造，这个男友情节重大不重大？就是一个行为都是判定内容，就是伪造就伪造，还有什么行为重大不重大？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写的也很奇怪。行为不实，对，行为不实啊。还有啊，不实的要件有差异吗？啊、哦，那当然，我们五十九条里面，我刚才一讲五十九条里面有这个有关于这个行贿等等哈、哦，企业这个这种行为哈、哦，是有罚两倍啊、哦。那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也送法办，这尤其会他会遭受到101条文的制裁。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是最严重的。那一般大的公司根本不可能去搞这个东西。那你乱搞以后，你就永远不必你上网公告，你就不必你人来参加资格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哈、哦，这个大家可以想，但是呢，一定要大家用同样的心情和立场来看待，不是只有说我这样的说的时候是最道德，我。你一定要排除这个东西，大家讨论。那公共工程委员会，过去这个条文，我跟他讨论过好多次。啊，既然你们认为，啊，不宜，你要好好去讲，好吧？好，来，请黄委员。再说明一下哦，所谓现行的法律体系有一套制度可以处理。那我们如果要讨论事情，就具体的来看嘛。所谓有一套法律体系来予以处理，处理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嘛？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第一个，他本身的行为涉及刑事犯罪，那就请你去坐牢啊。那第二个，那这种不孝的厂商以后他不准再参与投标，本来就应该这样啊。那处理这个条文要面对的问题，核心就是一个啊，国家造成的损害怎么办？这个都不是前两个什么他去坐牢以后不能再投标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那现行的制度针对我刚刚所提的那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国家因此造成的损害怎么办？答案就是国家你自己去告啊。所以消防署啊，才会洋洋洒洒的给我一堆啊，我去追出来的案子说他们会编预算呢、啊，准备提告，编预算呢、啊，准备提告。那我现在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是，针对这一种诈欺犯罪的厂商，我国家受有损害，我还浪费一堆纳税人的劳力时间费用，然后最后去告赢了，是不是最后拿到一张债权凭证回去吊在墙壁上面做纪念，可能都还是一个问题。那透过在法律上面明确的规定，那针对这一些不法的厂商，要求他去负惩罚性的赔偿，我真的不了解，跟现行的法律制度完全没有冲突啊，是在填补现行法律制度之不足啊。第二个，刚刚委员请就教说，啊，情节重大如何认定？我国所有的法规啊，出现情节重大这四个字，在散见在各种的行政法规当中几百个。那情节重大当然是主管机关去认定啊，就如同在其他几百个相关的法规当中，情节重大就是主管机关认定啊。在其他的法规当中也没有另外去设计一套什么程序，说情节重大要透过什么样子的审议委员会审查程序来认定情节是否重大。啊，如果大家觉得说啊，这个都很明确，都很可恶，情节重大四个字没有需要，我也赞成啊。
那就把情节重大四个字删掉，我乐于接受这样子的修正。那最后一个部分要求负责人负连带责任，然后讲到好像现在环境很恶劣，厂商不愿意投标，这个跟这个条文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啊，这个条文它要求的就是你不要寻求契约交付贿赂，不要用伪造变造的东西拿来投标嘛，这个到底会阻碍到什么厂商啊？那你说要求负责人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这个不是新增的责任呢，这个只是回到我们民法上面一般的规则原理啊。当一个法人他的受雇人有故意或过失的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他本来就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啊。我没有增加他的责任啊，我只是把民法那边应该要落实的责任在这边予以落实啊。而我要求的只有什么，我希望增加的就是面对这种状况，让我们的行政机关有武器可以迅速的就国家造成的损害来加以求偿，不要再编一堆预算啊，苦苦的去打民事诉讼，去填补现行法制之不足。这个我来请教一下院长，会讲一下。好，来，这个主任好，我希望大家好好讲，好，你要填补性的行为，你就是让动填补行为。我那天听到王国璋说把这些重大的拿掉，没那个一个行为哪有什么钱的重大不重大，这个没有任何裁量空间的，啊，唔丢了唔丢了，对吧？那填补行为，像我们现在怎样民法，我们要谈到刑法，刑法有没收，包括第三没收，那个都很严重的。那我们从那个法上面反推回来啊，你这个损害性赔偿五倍以下，我们要讲的说，你啊不要我只高调能赔，那同一个行为规范都一样，也有两倍有五倍的，我们要找这个法语讲清楚嘛。你填补性行为，这个填补性行为并不是我们终极行为啊，上重要你还关你要未再标黑上重要嘛。今嘛刑法已经把刑诉讼全部改了啊，你不把立德去第三人没收赔偿，怎么当三倍都有啊？你要从法理上一起来看待，不是说自己突然冒出一个东西。你要我们对不法打击，我想在座每一个人不会有意见的。但是不要说我一眼在丢地，连一眼都没得掉的，我那群空间更重要。所以今天要讲，给他讲清楚。你要从刑法那边来看待嘛，第三人没收啊，赔偿，还有都有啊。因为你这个已经是怎么样分出到刑法的问题的嘛。刑法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讲的八七条的问题啊，我们已经修到刑法第三没收了，好，还包括没收、查扣等等那些，厂商对厂商的攻击，我们是很多的，所以请华部长想一下，好不好？等下合作共白给你来，这样子啦啊、哦。第一点，如果这个法定了，对于公共工程委员会来讲，有没有采购法会延宕呢、啊？各方面的事情啊、哦，会不会影响未来采购的效能啊、哦？第二，这个法定了，到底它的正负面是什么？能不能请吴主委讲一下？我们再请司法单位还有法务单位来说明。好，谢谢。第一个，我们觉得今天你们工程会采购法的困难处是，我们刚刚包括黄委员提到说，主管机关事实上将来这个执行者不是主管机关，这边是采购机关，而采购机关全国有几千个，那么在执行上面是会造成会不会有一个这个造成他们在采购上面执行的困难，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比较要慎重的。啊，至于这样的既又如何，我们同意方向上我们同意，但是是不是适合在这个地方，而造成将来的在采购上面各机关执行上面一个困扰，啊，它的一个认定或执行的一个困难度，我想这边是不是要慎重考量一下？所以你的意思，对不起，你的意思是把它定清楚，反正执行就比较容易啦。
不要情节重大，干脆看是要两倍三倍，那违反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啊，那就直接看是罚几倍，那这样裁定会比较明确，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对，就是让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让采购机关有这样的一个权限，是不是会反而铸造它的一个困扰？嘛，前线不要有前线嘛，就如果法条明定是罚几倍，就没有前线，就是法律的规定嘛。但是他情况还是要判定，还是要认定。不啊，情节就是没有所谓情节重大的嘛，就直接要罚几倍，就是罚违反前面那几条，就是押标金的几倍，就把它确定这样子呢，这样就明确，就没有所谓的困扰嘛。好，对不起，黄国昌委员再过来，我带你。那个，我跟主委哦交换一下观念哦，就是说，你现在碰到这个问题要处理的立即点哦，一定是已经出现了我们列举的不法情势。好，我们从那个机关它本身困难或不困难、便利或不便利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没有这个规定，就是那个机关哦。就政府上面如果有任何损害的话，收了5%的押标金不够，基本上都不够了。那他下一步是什么？他下一步就去提起民事诉讼啊。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对于机关来讲，我另外再花钱找律师去提起民事诉讼，对他苦苦追偿，会比现在这套机制还要困难。困难在哪里啊？这个是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啊！啊，怎么会认为说以现在的方式，这样子苦苦的去追偿比较方便？然后我授权在出现列举的不法情势的时候，直接要厂商赔，后者的情况会比较困难呢？吴义勤委员，工程会这边再厘清一下哈，这个条文如果照这样时代力量的一个修正啊，跟后面条文之间的竞合关系是什么？因为会不会有重复或我们在认定上面的困难？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再说明一下？因为后面包括59条、87条啊，还有101条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这个裁罚的部分是适用是谁？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这个部分能不能一并也说明一下？好，来，请司委员讲了之后，再请公共处委员还是法务单位再来说明呢、啊？好，这里面的那个第二项的部分哈，一到三款的部分哈，有提到借牌或者是冒用或者虚伪不实等等。那我要问的是说哈，如果有三家厂商去投标这个工程，而这三家厂商全部都是伪造不实的资格去参加投标，那其中有一家厂商得标，有两家厂商伪造的那两家厂商没有得标，那这样的情况下，得标的这一家确实让国家让这个工程受害损失，而另外两家他没有得标，那你没有得标是不是也一样，就是跟这个得标的厂商一样是同罪，就是他的比例原则是这样，也一样是5倍的情况还是怎么样？那另外在第四款里面得标后拒不签约，就是在讲得标厂商的事情，那这里面有一个正缓的部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刚刚投标刚刚开工的淡江大桥为例，淡江大桥在第一次编列预算的时候大概接近80亿，而这80亿如果有一个厂商真正去得标了，他会拒不签约。为什么拒不签约？因为最后淡江大桥的预算调高到125亿，那个工程没有改变啊，那个工程的设计完全没有改变，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大概调高了40亿左右，而它最高的押标金只有5000万，他宁可损失这5000万也不要去签约啊。但这其实是这厂商的问题比较小，是政府的预算他放在那里，但他自己去错估那个形势，所以在这种情况，就是说这里面都有一个正反的一个看法。那是不是说这样的东西都全部都是比例，就是5倍的比例？
我要谈的是这个部分。好，来柯委员，我觉得我们这个今天进入把它收敛引到大家，收敛到大家可以来讨论的轨道上面来谈，这个比较重要哈。所以这个里面你要谈到，就是说刚才很多委员都谈到，不管魏勤老师或是市委员，包括卢思耀委员啊，当然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这个观念上面我们要谈，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从这种采购法的角度上面一起归队，对吧？那第一个，你要惩罚性赔偿金这个名词，还是用罚金这个名词来确定？我比较不认为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是民间之间，啊，你造成人民的损失，那对政府损失我直接该发的给啊，不是用惩罚性赔偿的这个概念哈。第二个，我们要从这个采购法以外，要从刚才我那委员提到民法，然后刑法上面我刚才提的就是说刑法没收、计算没收等等，包括追偿等等，还归头哎，还有行政法上面这几个，我们把它弄清楚，要来决定怎么样，我们各国可以接受。但是容易压标金5%，绝对不是贺主席性行为。我知道贺主席性行为，改你还规定下面一干人等全部，所以刚才包括利益回避上，我们都在谈嘛，这不是主要的贺主席性行为，结果。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啊，是不是请法务部把这些东西全部你讲清楚，我们大家有完整概念再继续往下走，好不好？好，现在有几个问题了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法通过之后跟后面的法条有没有什么竞合关系了啊？那第二，对于未来采购单位的情节重大的判定，会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呢？啊，这个是刚才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提出的嘛？啊，那这个如果通过之后，会不会对于未来的发包的工作啊，会不会有效能的问题？那个法务部这方面要不要补充说明一下？民法、刑法、行政法、采购法等等，这个政策中间讨论谈一下。好，是，主席、各委员，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从法字面来谈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征定惩罚性赔偿金的，投资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针对情节重大来做说明啊。那黄委员所提增加的这第三项的惩罚性赔偿金啊，那以目前惩罚性赔偿金在我国现行的法制上呢，是属于定性在属于民法的特别规定，所以大部分是针对契约行为或侵权行为在做界定啊。那惩罚性赔偿金，我们目前现行条文规定，大部分都是由法院来做一个最后的判断，那是属于民事的部分哈。那但是呢，在这个采购法第31条呢，它是属于招标阶段了。那追缴压标金这个行为，也就是说31条的第二项追缴压标金这个行为呢，在最高行政法院他们的决议呢，是把它界定为这是一个公法上的行为，不是私权利的纠纷哈。所以追缴压标金这个行为是属于公法上的请求权，它属于公法上的管制，是属于机关的管制性的不利处分，所以它是公法关系。但是惩罚性赔偿它基本上是界定在司法关系，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对于第31条第二项，厂商如果对于追缴发标压标金不服的话，是它的救济程序比较特别，它是异议跟申诉，是异议跟申诉。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增加了第三项的这个惩罚性赔偿的话，从文字看起来好像是机关要用一个行政处分去做一个惩罚性赔偿，这是公法行为哈。那我刚刚有提到说，目前的惩罚性赔偿是界定在司法关系，是民事关系、侵权行为或契约行为。那现在如果是用一个特殊的行政处分来处以惩罚性赔偿，这跟现行的惩罚性赔偿又不太一样哈。那也许是一个创设一个新的体例。那如果对于这个惩罚性赔偿的处分，假设它是用一个行政处分来要求厂商要做惩罚性赔偿的话，那如果厂商不服的话，走的救济程序可能就是
诉愿或行政诉讼，因为对于行政处分不服的话是走诉愿跟行政诉讼，那对于追缴押标金不服的话是异议申诉，然后视同诉愿是行政诉讼。但是我们一般的押标金惩罚性赔偿是从民事救济去解决，那这边又变成行政救济，那是不同的体系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实务操作的问题。那这一部分当然等一下还可以就教于司法院的代表。那第二个问题我来说明一下，情节重大目前实务上跟法制上是怎么操作的哈。情节重大这个用词呢，在现行的法制上是常见的，非常常见。那如何界定，谁来界定呢？目前有三种体例。第一种体例是规定在法律里面，在环保法规定的最多哈，我们在那个废弃物清理法，还有资源回收再利用法、环评法，还有石油管理法，按下去，还有石油管理法里面，在法律里面他就把它界定什么叫情节重大，他就界定得很清楚了。那第二种体例呢，是授权给办法或施行细则去定，命令的位阶去定情节重大。那这有少数，譬如说涉违法的案件的处理办法等等哈，他有授权，还有什么休闲农业管理办法，他们也会去界定什么叫情节重大。这是第二种体例，透过命令、法规命令的方式来界定。最常见的就是机关的裁量基准，机关自行认定，然后不是透过法律，也不是透过法规命令，也许他们是具体的个案来定定裁量基准，也许没有定裁量基准，但是就透过具体的个案自行来认定。所以情节重大这个文字是常见，那法制体例上有不同的规定方式，那基本上有透过法律来界定，有透过行政机关的裁量。以上说明，谢谢。司法院要不要补充一下？好，那个主席、各位委员，我司法院代表报告。谢谢刚刚那个法务部的刘参事的相关说明，那他刚刚已经说明得很清楚，那一部分我就不再赘述。那我们主要的想法是说，有关惩罚性赔偿金这个制度其实基本上是向来是依美法下的那个侵权行为架构下的所衍生的一个权利。那我们现行的法律大部分都是以请求惩罚性这个损害赔偿的方式来立法，而不是用处以多少这样子的方式来立法。那我从刚刚那个黄委员的说明感觉到，他是希望不要循诉讼的程序来处理，那看起来是要由行政机关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如果处以的话，是不是后面是给他接着罚还或是怎么样的行政处分的方式，而不是用这个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那如果要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如果配合目前的相关法律的话呢，是用请求的方式，那变成说前面处以可能就要改成请求。那这部分可能请提案的黄委员，可能这部分或是各位委员在最后厘清最后的这个立法政策是要朝哪样的方向来处理，大概是这样。谢谢，以上报告。好，那各位委员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来吴委员。谢谢这个司法院跟法务部的说明，应该一开始就请你们来说明，我们就会更清楚知道。那也不过蛮可惜哦，黄国昌委员现在离席不在，是不是请徐委员应当都有代表时代力量党团来清楚。其实民进党也都嫉恶如仇，我们想要对于不孝厂商有其他的处理，但是行政的处理真的跟惩罚性赔偿这种要透过司法体系去处理的，在体制上是不同，而且确实会造成机关行使上的一个困难。好，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强调，机关行使也不是只有工程会在这里，他主管工程法，他说 yes 就 yes， 他是几千个中央各级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在行使采购机关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来执行？所以我是不是真的建议，如果时代力量党团真的认为我们对于这样的违法厂商有其他在行政上要处理，我们看看在59条或是在后面的87条的部分，用行政的这个体系去让工程会还有各级采购机关它可以无碍的去操作。那这一条的部分，如果还是用惩罚性赔偿这个本身
这个司法权力处理，那确实就会造成法律秩序的混淆，也是各级机关难以执行的。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这个徐永明委员，我们现在在场时代力量的部分，我们能不能够就不在三十一条去卡住或是打转，我们在后面做行政上的裁罚的处置可能真的更见周延。那我相信刚刚司法院跟法务部的法律秩序的说明，我想徐委员您也都非常清楚，谢谢。好，来徐委员。因为黄委员他有个座谈要参加，所以这边我带，那我想这是党团的立场，就是说前面这个关于重大情节重大这一块有没有放，其实也没有差别了，因为已经讲得很清楚嘛，一至三款跟第六款的状况，那其实都是行为，所以应该很好认定，所以这个要不要放在这边，我们没有坚持，可是觉得也没有影响。啊，至于惩罚性赔偿金放在这边是不是适当，我们认为其实是可以往这方面发展啊，好，所以我们还是会坚持我们立场放在这里。好，谢谢。那这个话题其实不一样的，我看我们就保留了。惩罚性赔偿是一个民法特别规定的，好不好？你这个是公法行为，你要行政法来处理。这一条我们你不能说你们坚持就坚持，大概在公法先保留，先保留，保留了就保留处理嘛。好，先保留了哈。那请各党团再想一下了哈，看后续怎么处理了哈。不啊，我们十一点半就要结束，来休息五分钟。十一点二十就结束了，二十了哈。好，三十一条保留了哈。那四十七条啊，工程会是建议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第四十七条。第七条。四十七条。在十六页，十六页，审查会是以不定底价为原则，那公共工程委员会是希望维持现行法条文，要不要请公共工程委员会你们来说明一下啊？维持现行条文的用意，来。好，谢谢院长啊、哦。那报告委员，就是四十七条这边是讲不定底价的例外情形，那这边就先从四十六条来说明。四十六条目前是规定说机关办理采购应定底价啊，所以四十七条等于是一个例外的规定了啊，就得不定底价，由各个机关依实际上采购个案的特性哈、哦、来决定要不要定底价。那所以我们认为是说，又把这个例外规定变成是以不定底价为原则，好像在这个跟我们立法的原意就有点不太相符，所以我们建议维持现行条文，由各机关来决定。以上。好，来请吴委员。好，谢谢工程会的说明。因为这一条当初是我提案的版本，那当然也是我跟业界大家很多共同讨论，希望工程会往更进步的方向来做采购制度的精进。那但我现在也同意了哈，因为这是一个例外的状况，那我不坚持，那我同意是用委员会审查就现行条文来处理。好，谢谢。好，那四十七条我们就维持现行条文，不予审议。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依公共工程委员会建议，就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啊。好，来，我们进入第四十八条。第四十八条啊，公共工程委员会是建议依委员、是一方委员等提案通过。那个要不要宣读一下第四十八条？刚刚什么？在哪里？第十六页，十六页，第十六页啊。来，那个念一下市一方委员的那个条文。第四十八条，机关依本法规定办理招标，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开标、决标外，有厂商依规定投标，即应依招标文件锁定时间开标、决标；一、招标文件内容有重大变更或补充者；二、
发现有足以影响采购公正之违法或不当行为者，三一第八十二条规定暂缓开标者，四一第八十四条规定暂停采购程序者，五一第八十五条规定由招标机关另为事法之处置者，六因应突发事故者，七采购计划变更或取消采购者，八经主管机关认定之特殊情形。宣读完毕。好，来，大家针对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建议希望能够依市议方委员的提案来通过，有没有什么意见？原则没有什么意见，说明一下吧。谁说明？公共工程。好，来，请公共工程委员会说明。是报告院长，跟各位委员报告市议方委员提案的条文内容主要修正的部分是在第一款有提到招标文件内容有重大变更或补充者那机关可以不开标绝标，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同意因为现行的条文里面是只要有变更或补充招标文件内容，机关就可以不开标不绝标那有时候它的这个变更情形其实是不是很重大轻微的，那没有把它界定清楚的话，在执行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不当的情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同意。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删除现行第二项有关第一次开标加速的规定，还有第二次招标这个等标期的这个不受三家厂商限制这个部分。那考量我们现在我们统计的全国各机关超过十万元以上的工程采购的一个招标的情形来看的话，一年大概有五万多件的工程采购案件，那第一次招标就有40%的案件是没有办法绝标那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第一次招标要三家厂商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统计资料上来看，那第二次招标以后实际上变成只有11%的这个情形是流标的情形所以从统计资料来看，我们再加上要促进这个采购的一个时效，那我们也认同删除第二项这样的一个修正文字以上说明。那这个有一些改变了，这个改变很大。他是为了经济经济赛的对吧？你三家限制全完全取消啊，那第一次来一家就可以了。你也想一想啊，老师来市议方委员，你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就是从工程会的那个统计里面五千万以上的工程，那个流会标已经达到70%了。那其实他在等三家，第一次等三家不到的，他可能在下一次可能是10天或者是2个礼拜又开一次的嘛，所以这整个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在这种高流会标率高的情况下，你因为一个工程，难道一直持续这样的等待是没有意义的？好，来，请郑委员，之后再吴委员。好，谢谢院长我以市议方委员的第一款请教一下。招标文件内容有重大变更或补充的，这是修改的文字嘛？但这个招标什么叫重大，是谁认定的？那你们要不要就直接把它写成是机关认定招标文件内容有重大变更，就是让机关自己来负责，不然这个变重大又变要往工程会，所以他不然的话你会回到第八款经主管机关认定也不对啊。好，来，请吴委员。好，谢谢。我是对于这个第二项拿掉的部分有一些质疑啦。我知道施委员在提这个部分是要因应现在公共工程这个流标状况很多，但是在我的经验跟我的观察，还有实务的这个运行，其实我们公共工程为什么一再流标，它反映在很多我们的招标的内容不够专业，民间的人不愿意进来，我们的预算不够合理，好的厂家不愿意来投标，或者是我们的工期不合理，优质的厂商不愿意踏入公共工程，或者是又如我们像现在在修法刚刚发生的，我们又要额外加重很多法律体系不同的裁处，会让很多厂商也往政府采购而却步，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的流标很多是来自于原本采购案本身的条件都是不合理啦，好，所以应当是像我在建构我们采购法这一次的修法，非常谢谢我们刚通过的，我们要在招标前期有一个采购工作小组，引进专业的，让整个那个标案本身更合理、更专业，吸引高品质人，他对于政府采购的标案的执行是有信心的。我们需要从制度面去做这样的补强。可是你现在在这一条的第二项就直接拿掉，好像就是为了解决流标的事情，然后就给你们公家机关好大的方便。那我觉得有一点我比较难以接受，好，流标产生是你前端的采购案本身的设计不够好，那你现在要开了这样，这整个拿掉，我真的要表达一下我的意见。好，这样子啦，哦，这一条请民进党党团内部整合之后再提出来。好，好，我们三个有三个意见的，你们有四五个意见，没有关系，我们都很合理的。我们希望哦，我们希望这个党团哦要负责整合党团内部的意见哦，这个很多次的协商哦，我们都一再要求哦，那我们得拜托各党团。整合意见之后再提出，这个是经过读的哈，等一下哈，没有的，这个就保留了，保留。我们会整合，你放心，好，保留了。我想讲的话不必讲了啦，我一定会整合了。我想情况，马上做个高官，先保留了哈，反正不要亏民进党就好了。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在弄这个事情，先保留，先保留哈，好不好？反正刚才三十一条先保留了，还有，来，我们现在哦，先保留哈，来四十九条。公共工程委员会建议依委员施一方及张廖万坚等提案通过，这个有没有什么意见？第四十九条，第四十九条在第十七页，无意见有无？公共委员先说明一下，来，公共工程委员会来，请说明一下。好，谢谢院长啊，跟委员报告。那施一方委员跟张廖万坚委员提案的修正，主要是把现行条文啊，有提到未达公告金额而且超过公告金额十分之一的这个采购案件，应公开取得三家以上厂商的书面报价或企划书，其中有关三家以上的文字把它拿掉。跟四十八条的那个立法说明是类似，上。啊？怎么样？这个一起保留，我们再。好，那就保留。一起保留，好吧？四十九条保留。来，第五十条，第五十条是比较没有意见的哦。公共工程委员会是建议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有没有意见？啊，没有，这我们就依公共委员会啊建议的审查会的结果通过。第五十二条也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哦。公共委员会建议依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有特殊意义要什么说明一下？我一起来了。对啊，涉及采购嘛。没有意见了啊、哦。来，第五十九条，公共委员会建议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有没有意见？好，来五十九条，五十九条请教一下，刚才三十一条自己保留吧。好，那我们这个就保留一下，看看有没有合并的可能，就比较不会有。好，先保留了啊，你们思考了哈。来五十九条，那六十五条，六十五条，公共工程委员会建议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订啊、哦，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六十三条呢？六十五条，六十五条。六十三本来就没有了，一开始就讲说这是不讨论的。六十五条，那就照公共工程委员会建议维持现行条不予修订。好，那第七十条之一，公共工程委员会建议依上次党团协商结论通过，这个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我们就依照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建议，依上次党团协商结论通过。第七十六条啊，公共委员会建议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那第九十三条，公共工程建议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那第九十四条啊，我们现在啊，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
从94条开始讨论。好，现在休息哈。